花生，你講多次你嗰個。嚇！快啲！收聲啊！就攞佢嘅音勁嚟進食嘅。大家好，歡迎收睇《二至大國際》。啊，一二三，係。你會齊啲嘅咯，我諗住啊。啊！又嚟到搞笑嘅退休生活啦！咁今集咧就借以前嘅一個系列咧，又係玩物撞字啊，借嚟玩。咁玩咩呢？就係、是、我一路以嚟都好想玩嘅鳩一下，即係大家又見過好多大 channel， 我都開 live 嘅時候玩過噶啦。我哋咪大 channel 咯，即係你嘅 channel， 你嘅 channel， 你仲唔係大 channel？ 好識我呢隻 game 喎！咁本身係想當酒 game 玩，咁但係近排小弟戒飲酒咧，咁所以就嚇、啊！但係上次我明明唔飲酒，我都覺得你玩酒 game 真啊！咁咪飲咯，係咪好？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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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嗱，咁成副牌咧，其實得三個角色嘅啫。咁、其中一個就係叫諗樣啦。咁然之後抽中諗樣咧，其實就唔使玩嘅，佢就係負責去估邊一個講大話，邊一個講真話嘅啫。好。然之後咧，老實人就係講真話嘅。咁一陣間大家眯埋眼嘅時間咧，咁佢就可以喺呢個牌入邊，咁佢就可以睇出邊呢一個牌嘅真實答案到底係寫啲乜嘢啦。咁所以佢就會講真話啦。咁然之後其他咧。都是鳩一排嚟嘅，即係亂咁噏，但係要博個諗樣信佢。嗱，咁然之後咧，諗樣咧就可以有呢兩張牌啦，就可以派俾佢認為係鳩噏嘅人嘅。如果係酒 game 咁樣玩嘅話咧，若然你派中嗰個人係鳩噏，而嗰個人又真係鳩噏啦，咁嗰人就要飲 double 啦。咁若然但係若然佢派中咗佢，但係老實人喎，咁啊派嗰個要飲 double。咁、我哋就會輪流做諗樣啦，就唔抽啦，咁啊公平啲。咁啊，安文先咯。OK， 好，今次我哋嘅題目就係精靈靈馬，精靈靈精精靈，我唔知啊，精靈馬，精靈馬，祭啊祭字，或者雕塑，或者星座，好難啊，好難吹喎呢個。我知都諗下，係咯。哦，我知啦，我記得啦，我睇過。你吹，吹，好，眯埋眼啦。好，二十，十九。天光晴開眼，點指冰冰點做誰人做大兵？哦，係啊！嗱，聽住啦，日本嘢嚟嘅，咁咧嗰啲人咧就攞嚟著祭祖嘅時候咧，就會攞呢一個青瓜同埋呢個番茄，係堅啊！就砌到好似只馬咁嘅樣，咁然之後咧就係俾啲仙人咧做交通工具嘅，精靈女，精靈。馬唔係精靈馬，精靈台入邊，我依家好清楚，唔係好精靈嘅呢件事。OK， 好，下個。好啦，咁其實咧，精靈馬呢一個咧就係、是、以前古代嗰啲部落咧，佢哋夜觀星象啊，咁就見到人馬座嘅星星喎。咁咧就見到馬嘅形狀，所以咧佢哋就有一個人咧就雕塑咗一啲雕像跟住人馬座。咁咧人馬座嘅雕像係啦，就俾咗個名佢叫做精靈馬。點解唔係精靈人馬咧？因為佢哋唔知道有人嘅樣喺度咯，佢哋製咗馬嘅樣喺度咯。OK， 係啦。精靈馬就係呢一個墨西哥裏邊嘅呢個信不信由你管裏邊嘅一個展品嚟嘅。咁樣咧，相傳咧佢曾經咧係咧真係一隻馬嚟嘅，但係咧因為咧。佢中咗咒語之後咧，就變咗一個雕像。精靈馬係台灣嘅一個原住民嘅部落入邊，佢哋祭祀嘅其中一種儀式。嗱嗱嗱，講完。嗱祭呢個部落。呢個太嘢啦！佢抽咗我少少嘢出嚟加埋一齊。你真係咁寫噶嘛？加啲 keyword 係啊。精靈馬咧係太講咗祭祀啦。更加害怕。接觸了泰國的精靈馬神，精靈馬神，這個是泰國的精靈馬，他是泰國的，他有個泰文我不懂，他是精靈馬，其實他整個像是一個人形的那隻馬，馬就叫做精靈馬，他就是負責泰國人的交通，他就會去拜那個神，都是那個問題，為什麼不是精靈人馬呢？他說的那個人其中一隻馬，他不是其中一個人的嘛。精靈馬呢其實佢係喺清朝時代咧，其中一個王妃生咗一個仔出嚟啦，即係唔知邊個阿哥咁樣啦。跟住咧，佢就馬德忠，係啊，跟住咧，喺佢五歲嗰年咧，其實佢已經好精湛呢個馬術，但係點知即係你知以前啲人好
段咩噶啦，跟住咧就死咗，即係嗰個五歲仆街啦，即係騎馬死。唔係，即係嗰啲死咗嘅，但係佢係馬係好叻嘅，即係馬術而細個開始已經好叻。跟住之後佢死咗之後咧，啲人就整一隻馬係去拜祭。俾少貼士你，佢近排係咁睇宮廷宮。成個畫。宮生成，我幾驚你派俾我。邊個啊？再我啊！你唔講啦，邊人知道我睇宮廷劇啊？定係我？唉，大鑊啦！咁我哋睇下你鳩一排又係咪真係鳩一排先？Cory 姐，係咩啊？係老實人。信不信老實人啊？眼神都閃縮啦，已經。哎呀，好犀利啊你！你好犀利，跟住又係俾啲卡我攬咗。讚你啊！我想問佢係咪要即刻人啊？要人啦，有個先估啦。我第二，點解唔係？我俾嗰個第二。啊？就係青瓜加番茄。唔會係青瓜？點樣砌只馬出嚟？我點知冇教學啊？係咯，無啦啦啲人會諗到關青瓜同。青蛙加番茄，我有兩個 specific 嘅嘢多過一個信不信由你管咯。佢星座諗嚟嘅喎，咪就係咯，我睇宮廷劇就我大家咯，佢睇星座我輸佢就唔係噶。咁啊真係有星座呢個 key words 啊，你留意下。唔得，你要快啲揀。唔係啊，我真係三秒用曬。Sarah， 哎呀，係咩啊？係咩啊？老實人，老實人，飲多杯啊你。哎呀，今日我同你㗎，青瓜我。我話你呢個時候有一腳，冇事喎。花生，你講多次你嗰個嚇，快啲，我自己唔記得喎。緊要啦，緊要啦 ，OK。預設，係老實人啊嘛。我真係覺得下次開到最後先重要有懲罰咯。未到最後，所以就係勝利嚟嘅。你個腦唔知諗咩，咁 make sense 嘅嘢，你去到埋尾嗰刻先估到係好。第二個諗樣啊，就係 Cory 姐啦。你唔想飲咪信咯。你唔想飲係信我啊？黐線！都會一定信我。好，咁就呢個要拆。我佢呢個時候打亂人情牌啦，你咁樣。飲票啦。題目就係竹林的陰莖。OK。哇！竹林嘅人。係啦，咁然之後虛構作品又或者飲食又或者宗教。笑到咁嘅。好，準備好未大家？咁啊 ，Cory 姐俾廿秒啊。嗱，竹林的陰莖咧，其實竹林咧就係一種食物嚟嘅，竹林的陰莖係啦。我唔知竹林係食物。好啦，我冇諗到。我冇啊，冇啊。佢收咗皮啦。其實佢冇收嘅，係你收咗皮啊。佢要飲，你自己放嘅嘢。竹林係邊個啊？係啊。好彩知道真正嘅答案，你收啦！我先知道真正嘅答案啦。竹林的陰莖嘅意思咧，係指竹林喺佢製造過程嘅時候，由於切割咧，會令到咧佢側邊咧會有一條陰莖。但其實有時咧，即係你有冇見到嗰啲七十一，佢有嗰啲獨立包肉？獨立包肉先啦，我講緊真話，即係佢會有因為切割錯誤咧而令到竹林好似有陰莖咁樣，咁所以佢就係特別版就叫竹。陰莖啦，唔得啦，講得好好啊！我都未想像到竹林點樣似陰莖。真實嘅答案啊，竹林的陰莖咧係一個日本嘅惡搞漫畫嚟嘅。OK， 咁男主角叫竹林。咁陰莖係講咩咧？其實呢個係一個諷刺社會嘅一個漫畫。個男主角咧係一個好努力工作啦，咁但係佢就好似比較社會咗，佢好似唔係陰莖，佢好似比較社會凌辱緊咁樣。咁呢個其實日本文化咧，佢哋都會咁樣去。咁依家唔係社會陰莖，即係社會屌緊。係咁嘅社會咧陰莖啊！呢部俾佢啦，惡搞嘅。是一个社会控诉的作品。竹林其实呢他是泰国的一个和尚来的，就是他们有什么身份啊？他完全忍到笑。是啊，修仙这个过程实在太困难了，所以其他那些弟子呢 就在他得到呢升仙的时候呢，他捉住就走了，就呢就拿他的阴茎来进食进食。屈周迅梅子的阴茎版，
唔好笑，即係呢一個唔好笑，真係唔好笑，唔好咁多得一個。係啊，張紙就係咁樣寫。所以要升先就必要，即係要食咗陰勁先。係啦，佢哋就相信進食咗竹輪大師嘅陰勁咧，就好容易得到啦。頭先好似冇竹輪大師啊，佢好 respect 竹輪嘅。嗱，呢個係一個變成漫畫嘅日本小説嚟嘅。竹輪點解會寫住竹輪？因為竹輪係主角，然之後其他嗰啲全部都係打邊爐嗰啲食物，即係隔離嗰啲角色，嗰啲動物幻丁啊嘛。佢真正冇得出嘅原因，竟然係因為佢入面所有嘅宗教內容係涉及到好多唔同宗教一齊反對。好似好真咁，癲啊！你攞曬人哋啲宗教出嚟打我，我冇啊！咁其實咧，佢係日本嘅一個 anime， 係講醫生即係怪醫，有一個角色嗰個陰勁變咗一個竹籠。所以嗰套 anime 咧，就係要需要個怪醫去幫佢醫治呢一個病。哦，救命！竹輪係一個日本食物，點關泰國事咧？唔係，因為真的。你真係好曳啊！唔係人哋啲法號係唔 make sense 㗎嘛？你隔離嗰個都話竹輪係個人㗎。黐線，中文譯名泰文，所以叫竹輪。係日文嚟，唔係日文嚟嘅，你可以交俾佢啊。唔係，我係交俾你嘅。咁真係開咗先，你兩個人啦，你兩個。誒，佢呢個就擺好明㗎啦。我信 Joyce。你竟然信 Joyce？ 咁都話佢一定信。唔係真係似嘅。Joyce 可能會諗到個陰勁竹輪喎，真係諗。日本電視動畫怪醫唔係。我幫你，係佢睇中文係慢咗少少。日本嘅電視動畫怪病。你做乜去麻嘅事情？好，花生咧就谂样啦，依家好题目咧就系、是、难度系三粒星啊，并且系冇任何 hints 嘅地球三文治。我问先，地球三文治系咩咧？佢就系讲紧呢个咧，地球咧同呢个火星啦，同埋月球之间嘅关系。OK， 系啦，咁呢个就形成咗一个即系、就是、三文治嘅关系啦。係啦，咁就係、是、其實係一本漫畫嚟嘅。呢、這個漫畫咧就係即係會有啲外星人啦，喺度穿越唔同嘅地方咧，亦都有地球人啦，有火星人啦，有月球人咁樣嘅，喺度就互相喺度爭鬥啦，誒有啲衝突啦咁樣。講多我少少，講多又唔得嘅。哎呀，到你。地球三文治係一個網絡嘅挑戰嚟，網絡嘅挑戰。咁咧就係挑戰嗰兩條友啦，即係咧，例如一個企喺香港，一個企喺澳洲咁樣，跟住咧我就將塊麵包擺喺個地上，咁個地球入邊就升。哦，好，唔俾你住。OK， 呢個的確係一個火星、月球同埋地球嘅關係，但係講緊嘅就係咧，之前 NASA 嗰邊就話有一粒小行星。嘅碎片一勾就會飛過咗地球同埋火星中間，咁然之後但係就好諗大引力，然之後就會將火星、地球同埋月球黐喺埋咗上。少，我想問多次點樣，即係佢點解會黐喺埋一齊？話你講次引力嗰嚿小行星嘅碎片嘅大細加埋速度，足以有引力將呢啲碎片。地中啊！嚟嘅嚟嘅，其實咧佢係一個地球環保裏邊一個 environment 嘅 theory 嚟嘅。做乜笑？唔係，我覺得好似神神。做乜笑啊？你收地氣啊嘛？咁跟住咧，其實佢係講緊一個地方，如果俾兩個國家，即係或者其他地方污染太高，夾埋咗，但係跟住嗰啲 pollution 走唔到嘅話咧，咁中間嗰個就會變咗高山。如果有三張就好啦。你好，而家你兩個更加差咯。你唔使再做戲啦，你兩個。嗱，其實呢個係好耐之前嘅，係二戰之後咧，咁嗰陣咧，好笑住，黐線。美國嗰度咧，咁就咧有啲出名嘅三文治店，都食緊呢個地球三文治，宣揚呢個地球村，去宣揚和平嘅。係咁，所以就嗰陣一時就流行啦，出咗呢個地球三文治嘅。哦 ，OK OK。地球三文治咧，其實咧就係一個地質學家佢發起嘅一個挑戰啦。咁咧就係因為咧。
地球，其實同 Koi 講嗰個係好似嘅，都係放麵包喺地球，即係夾住個地球，令到地球變成地球三文治啦。但係咧，因為那個 challenge 就係來自地球咧，海洋係佔得多佢哋噶嘛。咁所以其實你好難同時兩邊都係地咯，即係點樣都係有一邊係海，所以呢個咧就係比較發出嘅一個挑戰。即係發出咗一個冇可能嘅挑戰。唔係，你要諗，你要求睇，你要諗，你要諗到，誒，你揾到原狀，點算好咧？係火星月球。No， 但佢又 sell 得啲太落力喎，點算咧？火星月球係我第一嘅，開老實人。連我都知邊個係老實人。我同你咯，講呢兩個開啦。唉，你錯啦 ，jam 埋過嚟搞沉船。我邊度有錯？阿莊生可唔可以講一次？大鑊。佢係一個。好，揀你。我揀阿德。阿德擺明抄高二㗎，你得啱啫。係啊，係啊，我啱㗎。我頂你哋啊！唔係啊，因為我因為你嘅故事同佢似，跟住錯咗，咁所以我就信阿 Joy， 阿 Joy 誓言老實人。呢個思路真係非常正確。咁開心，夠啦！其實我知道佢都係啱，唔係你估到最後一個係啊，咁所以係 double 啊，就有 double 再 double 兩人喺地球上嘅兩個對立點，例如冰島，你係冰島同新西蘭啦，咩香港同澳洲，我唔記得咗咁講，我記得因為澳洲搭飛機好遠，所以應該都見到啦，係咪O K O K， 因為你自己好難急極咪得咯，原來係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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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因為你講香港，所以我唔想。好嗱，咁依家咧去到呢度咧，相信都太長一條片，再睇落去你瞓覺，所以就分兩集啦。然之後下集就係阿 Joyce、Sarah 同埋甩做諗樣。下次呢條片咧記得訂閱我啦，然之後 follow 佢哋嗰啲嘢啦，冇噶啦。跟住再 on 埋個 page 我得。啊，咁我 4144出片啦，我哋下次再見，拜拜。